50年前，在米赫玛岛，人类发现了钢缆。淘金者蜂拥而至，战争如影随形。战争虽已结束，但纷争的暗流才刚刚涌现。呼叫第7机动队，收到请回答。已抵达增援地点，收到请回答。救援信号中断了，我们来晚了。林夕，是灰烬之子。原来是响应救援信号而来的佣兵。凯登，他们人太多了。别慌，戴娜。目标已锁定，出击。凯登，让我来解决吧。好，判断一下狙击射程，破损的驾驶舱。可恶，这两个家伙是老手。凯登，我没事，他们也冲你来了。第二队准备包抄。又是一波反炮军，到底在伏击什么人？小心，一个机体信号正在高速向你接近。这才应该能上头条了。我是北陆联合陆战营机动队洛沙迪亚兹少校。北陆联合的王牌技师瓦尔基里，听到我的名字就应该撤退。强势队形，集中站位结对方式，但是已经很久没有人敢在我面前。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骑兵。不只是骑兵，洛沙迪亚兹王牌骑士。所有灰烬之子小队放弃任务目标。凯登，反抗军往边境方向撤离了。居然出动了这么多兵力，出风头的机会一点没留给我们呀。需要我记住你的名字吗，佣兵？凯登纽曼，感谢你的支援，我听过关于你的传闻。无知才是幸福，希望我们不要再见面了。啊，他怎么？看来联合军氛围紧张的传言也是真的了。这里是北陆联合军。切，来的可真够及时。正巧我的骑兵右臂还空着。同时装备霰弹枪和打桩机。这里还留有一些涂料，在这里点选涂料就可以为对应区域上色，未来还能获取更多涂料和灰烬。来试试更改涂装吧。
终于赶上了，还好没有错过集合时间。对不住了，老兄，我其实不喜欢惹麻烦。就先试试这把霰弹枪的火力吧。偷袭？是你的动作慢了。什么？哦，这就是正规军的实力。你闭嘴！不愧是军事学院毕业的精英啊。格兰特·扎卡维斯基，检测到未识别机体，自律战斗程序准备。这些机体在搞什么？自律战斗启动。这个玩笑可一点也不好笑啊。你在做什么，凯德？检测到新威胁。小心，这些无人机体失控了。放心，我现在正在他们的反击范围外，看我来给你露一手，精准射击。我已瞄准。识别威胁类型，狙击机体。戴娜，你还好吗？我明白，先拉开距离。我觉得局势已经在掌握之中了。你说的有道理，有什么建议？破坏机兵结构完整性，而不是彻底摧毁他们。听从你的指令。看见你了，总算是解决了。把他们搬到边上吧。凯登，我简单检查了一下，这两台机兵有被私自改造过的痕迹。我看看任务简报，机动队署名这一栏怎么还空着？小队取名啊。大城市里的朋友们，你们好啊！他这是在开演唱会吗？快让他闭嘴，不然有人要报警了。报警有用就好了，这家伙从来就不在乎。这什么情况？你找眼吗？我说任务完成后我带你见见世面。见世面？看你摸鱼吗？不不不，大爷我今天不干活。还记得我跟你提过的那款新敞篷吗？格兰特，你是不是拿机兵去贷款了？这台上次就抵押过了。你可真牛啊，你以后准备空手战斗吗？你们的人生顾虑太多了。我说我们只要努力工作，然后有情况。
戴娜，格兰特，汇报情况。我没什么大碍，你们的骑兵状态怎么样？需要紧急修理吗？开灯！我没事，先把敌人解决掉。混蛋，没有我的命令居然开火了！前面几个人给我听着，你们已经被北路联合给卖了。连反抗军都开始可怜我们了，别逞强了，小子，自然受伤及时找我，别太勉强啊。谢了，格兰特。敌人已经彻底盯上我们了，近身攻击狙击手。下次打准，瞄准狙击手的手。我已瞄准。教科书级的成功闪，命中率下降。打他的持械手，我的霰弹枪。下次打准点吧。战术武器装填完毕，先干掉他的手臂。瞄准他的右臂打。我已瞄准。不好，手臂损毁，无法使用导弹。是时候了。有惊无险，算是解决了。轻松搞定，必须得多喝几杯庆祝。卫星组网连接成功，可以申请招募机师了。我手头还存有一些招募凭证。你好，我是莉莉斯坦。队伍每壮大一点，我们的胜算就能增加一分。很多年前，我也跟你们一样。
定不辱命。既然想知道，那就让我见识一下。队长，这个大铁块可不好对付，泰坦骑兵上用的是全米赫玛最严实的防护板，马库斯这小子就吃了亏，他的机师舱部位是近乎无敌的，想要对付他还是先卸掉机师舱以外的其他部件比较有效。我会尽力的。别怕，我来修理。我想我知道你们是谁了，要不是你们，灰烬之子已经收拾掉布莱尔了，只是今天你们不再有援军了。洛沙迪亚兹，那家伙在转移你们的注意力，赶紧躲开。快逃离危险区域。听从你的指令。面试环节结束了，活着回到北陆联合，又或是败在我的手上。有两下子，让我看看这两。小心，火箭轰炸又要来了。看到那几条腿和他右肩上的玩意儿了吗？破坏任意一个。修理。凯登，泰坦的核心暴露出来了，趁着攻击停止的间隙破坏他的机师舱，抓紧时机。我看见
行指示。我必须打倒你。动力单元受损了，马库斯替我挡了那一击，我必须得去救他。植入成功，目标即时处于恍惚状态，可以开始激活测试。我这是在哪儿？实验体格兰特扎卡维斯基，启动你的仿生电脑。很好，接下来载入指定的神经单元。激活，监测到能力变化，提升幅度符合预期，准备监测下一个实验体。抱歉，孩子，我可能要出一趟远门了。实验体都逃脱了，守备小队哪儿去了？是谁放跑了那些女孩？那些家伙在我的仿生电脑上激活的新东西，要再试什么？队长，记得把敌我识别打开，别伤着自己人。近身攻击狙击手，你的协力攻击更迅速了，格兰特，瞄准持械手。我已瞄准。我的霰弹枪。我会尽力的。你躲不开的。瞄准持械手。我已瞄准。完成型的真正力量，往前穿过最后一道闸门，前面就是出口。这点麻药根本算不上什么，只是因为这实验室结构太复杂才给我绕晕了的。喂，你们就没人关注一下这实验室是怎么回事？如果我是你们，就不会站在这里闲聊。又见面了，佣兵。洛莎，在这里，快拦住他们！大事不妙，拦截者中间还有一个联合军的女武神。我不是来拦截你们的。佣兵，还不动手吗？
你真的投靠反抗军了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背叛北陆联合？佣兵，你和你的同伴该认清现实。从被送进这个实验室开始，你们和北陆联合就只有鱼死网破这一条路。你也身在局中不是吗？找到了，入侵者在这里。我看见你。瓦尔基里阁下，您在这里正好。佣兵，不想被拖回手术台的话，就快跟上我。可笑的尝试。从这边的电梯下到最底层，有一道专门用来运输医疗废物的闸门。来看看结果吧。全员自由准备，完成后立刻出发，把那位女武神接回来。更多的仿生电脑芯片。不会辜负您的期待。离和平更